Hello， 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大家欢迎回来我们的小弟好主意。下午好，大家。那我们今天呢，一样要做三道菜啊。我们有斗鲳鱼啦，斗鲳鱼是用这个照烧 teriyaki sauce 啊。嗯，然后再来是，这个叫家乡摘菜啊、嗯、，OK， 家乡摘菜啊，好难得哦，有摘菜耶。OK， 再来一道就是海味包。什么是海味包？还没崩。啊，那很，这里有看到很多材料啊，有干贝啊，啊，有虾，有这个海参，这应该就是煮海味包用的啊。嗯，然后这个就是一些冬菇，baby jagon， 然后萝卜跟蒜还有姜啦。OK， 今天比较丰盛一点啊，都好像都是在吃名菜这样啊。我们有斗鲳鱼，有摘菜跟这个海味包。海味包还有个鲍鱼啊。哦，还有鲍鱼啊！哇，今天什么日子？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觉得焕然一新的感觉啊？这个头，哇！表弟剪了新发型了，各位啊！如果认为好看的，直播三年以来是吗？已经超过三年了嘛？表弟的第一个新发型，第一次有这样的发型出场在这个直播，六十年的第一次，六十年的第一次，哇！啊，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你会剪到这个发型啊？OK， 我发型是这样的，我每次去那个快剪啊，对不对？嗯，那种 QQ cut 啊，就快剪啊，从13块我就剪到25块。哇！啊，我剪的时候，我就当然我长期去剪就变成认识了嘛。啊，那时有几个理发师就跟我剪的。那么那一天我一去的时候，哎，他们就在聊天，都聊到表弟和主意，我一刚刚看到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常常剪我的头发的一个女生就讲、嗯、啊，我们才刚刚讲到你这么巧你就到了了，就来剪头发。那么那个女生就忙着，我就叫那个男生帅哥来剪，年轻人来剪。那个年轻人来剪的话，那年轻人是跟我剪，是这第二次，第一次我剪我就静静给他剪而已，因为不认识嘛。当然后来有点头一下就认识了，但没有什么讲话了，因为我还是跟那个女生呢就比较熟，然后她问你要剪怎样的发型，没有，我就是讲，我就很简单的，因为每次他们剪都知道，我就以为他也知道、嗯、因为我说头发就有剪一号，有二号，有三号，四号，五号，对不对？那么、嗯、我这个之前他们跟我这里剪一号就很薄，嗯，很光就是很光的说，那么很空，你知道我头发是白的，如果我要染一点头发染色，我染色的时候，每次我染的时候就很难上色，因为很短嘛，嗯，很难上色。所以你就讲，如果没有染色的话，人看到啊，整个白发苍苍，看到很对。所以你要讲二号头是吗？我就跟他讲啊，跟我剪二号，那我就是说，就是沟通的问题啊。你没有讲清楚，你要讲了二号，其实旁边是剪二号，表弟是要旁边的二号，然后他直接跟那个男生讲，我要剪二号头，那个男生这样听啊，我讲不止那个男生啊。应该是哪一个理发师这样听？哎，我要二号头，当然就是整个头帮他剃到二号，是不是？对啊，这就是表弟没有讲清楚哦。这个叫美丽的误会啊，美丽是你的。我这一生中我都不敢剪这样的头，因为我的头是扁的，头圆的圆形了，像你的头圆形。没有，我头应该也是扁的，我跟你一样吧。扁形的头啊，剪这样是不好看的。你看一下侧边，看一下侧边。头有一点点 OK 啦，我其实剪的还 OK 啦。头圆形剪短，哇，很性感的，但是这种就不好看。当然表弟这个发型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嘞、嗯，哎呦，所以表弟以后可以剪这个发型是吗？我不敢照镜子，到现在都不敢照镜子啊。到现在不敢照镜子，所以我再出去，我还是这样的出去了。
我没有说要戴帽子啊。那你因为我当着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我的状况，我就不理他了、哦。那你到 office 有人讲你什么吗？没有，笑了。全部在边笑、啊。看到我笑啊，那么那你敢讲我？啊，表弟，你剪的发型看起来脸型变圆了。圆了，哎呦笑。像马铃薯吗？哈哈哈哈哈！哎，不好讲。OK， 好了，我们回归正题啦。OK。那我们今天要先做什么呢 ？OK， 我现在先把鱼拿去弄热，air fryer， air fryer， 我弄 air fryer 炸鱼先啦。好，嗯，来我们炸鱼，我们再喜欢表弟的新发型吗？哎，喜欢的话，帮我刷一排爱心好不好，刷一排爱心来支持我一下。我这一生中都没有想到我可以敢剪这么多、啊。对，也安慰表弟一下啦。嗯，过了60，剪一个新发型，嗯。Look very young after haircut. Yes， 第一次看到他剪这样的头发哦。嗯 ，OK。好，来，我们先，你要穿烫是吗？对、okay ，那还好笑的时候，他剪的时候，那个女生的理发师就跟他，比较犀利的理发师就跟他讲哦，哇，他被旁边这样剪，这中间是少剪，因为我中间就没有头发了。对。他就跟我剪完过后的时候，哦，这样啊，我中间留一点给你咯。然后他剪完过后的时候跟我吹了，对不对？那吹只是吹那个毛发，吹掉了对，吹干，然后就拿个喷的水喷一下，然后什么，好像这样的手就喷，头发有湿的吗？就那、就这样，帮你拉高，拉高，哎，不错哎，鲨鱼头，小鲨鱼，要到我，那也是蛮皮一下啊，还不错啊，小鲨鱼，那个时候，好了。那我们来正式煮菜啦。OK， 我们今天要煎这个豆腔。豆腔，我们做照烧哦。OK， 来一样啊，我们先割这个鱼肉。因为昨天 okay, 让它更脆一点。昨天呢，比较少的朋友就问啊，那个鱼要怎样煎啊，要连什么酱油啊？后来我说，哎呀，叫他煮照烧酱啊，就叫他怎样做咯。然后在电话上就教他。那关键今天看到那个这个鲳鱼的话，哎呀，对了。做一个照烧酱，其实很多人讲哦，你剪这个发型哦，看来比之前年轻很多嘞，然后之前的头看起来比较老一点，是吗？整个比较 smart 的感觉，焕然一新啊，焕然一新啊，少林寺好看啊，少林寺啊，OK， 我现在拿气炸烤箱 ，peacock hair went to up，OK， 好了，我们就是这样啦，鱼。把那个尾巴切一下，然后这是叫什么？这个是肚腔。我讲它的这个刺。哇，那个，这也是属于刺的。总之它的前面的小手手也切一下，然后旁边各两刀。为什么要各两刀呢？就是让它在 air fryer 的时候更酥脆。对，你要给它脆的话，就要各两刀。对，所以我们就旁边切各两刀。如果蒸的话，蒸鱼的话，如果你是拿去蒸鱼，就不要割，因为鱼如果蒸的话，你一割的话，它就粗了。蒸鱼不要割啊。Okay， 我们就把这个煮一点油在这个底盘上，底盘上涂一点油。那么我们把这个鱼也卖干身啊。擦干身。对，我们鱼把放上去。放在铁盘。对，那么。当然，如果是说上面也放一点油，少许的油，少许的油， okay。 你就可以涂它，那就可以了。上次是不是表嫂跟表弟剪头发吗？有曾经有 MCO 的时候 ，MCO 啦。那就跟我剪到剪到怎样？我不知道，那时候不能讲不好看哦。OK， 我们换高一层啊。OK， 最上面那一层。最上面那一层。然后。我们如果要我们是其实鱼是到这里了，直接转 fish 啦。对，然后按。那我要比较高的火，然后放200咯。200度啦，200度15分钟 ，OK。看你要什么鱼啦。这个豆腔。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下一个料理啦，所以很简单的，只是前面功夫要准备一下下而已，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做第二个料理。对，第二个料理这个是我穿烫了。可以问一下你在 KL 剪头发多少钱吗？25块。25块啊，是去那种 quick cut 那种，对啊，剪快头的那种啊，25块。其实我以前我才10块钱哎。就要煮海味包啊，海味包就主要目的是，先焖它，因为海味包就是那个歪歪啊，那个海参，这个海参那个时候不美的，我就收上来。这是以前处理的海参啊，正到头啊，正到头没注意到，好，那么就不要浪费，就全部煮在一起啦。对，我这个先已经穿烫了啊。
已经穿汤好了的。嗯 ，OK， 鱼漂跟海参。要讲穿汤呢，就是一般穿汤就好了。水滚这样放下去喽。啊 ，OK。好像这个我要穿汤一下。干贝啊。这个不是干贝，干的叫干贝，是的，叫什么？北海道干贝不叫干贝，叫什么？带子。带子啊。啊。没有，我不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干贝就你讲干贝，我们就想到那个是已经是干的。那带子也可以是干的带子、啊。不是，带子就是湿的。哦。新鲜带子嘛，啊。OK， 好。来，我们用袋子啦、OK， 袋子拿去穿烫一下，好。那么我在这里有姜和蒜哦，那么这个配套也配配码你就可以了。那么你当然你可以放一些鲍鱼，我看鲍鱼啊，这个是李兰送的啊，我看了鲍鱼不同大小粒啊。这个李兰是不是很久了？不懂，今年年头的、啊。好，年头的啦、应该还可以用啦、不懂，不懂。不懂、还不看一下过期时间。鲍鱼翅啊 ，OK， 你们买。知道以后你买李兰的时候哦，不是买鲍鱼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货源哪里来的啊？货源来哪里来？这是 product of China， 中国的。对，有当然有的中国的博浪啊，他们有时你去买很便宜啊、来没有说那里的出产啊、日期啊、expiry date 啊都没有写上去，那一个不能吃啊，不能买啊。Best before 在一定要有写了。OK， 来那个穿烫，我们穿烫一下就好了。对，穿烫上去。那个袋子穿烫一下好。就是穿烫一下，没有没有什么腥味啊、这个。它没有写日期啊。在盖子上面，你的盖子拿去丢啊，是吗？没有，它有日期的。OK， 好了。刚进来的朋友先帮我们多多分享啊，哎，我表弟 cooking today， OK， 来表弟咧是煮三道菜啊，刚刚我们已经放进 air fryer 的是我们的斗鲳鱼， OK， 那个什么英文好像叫什么 Robert Fish 啊、OK， 斗鲳鱼，然后这斗鲳鱼是要用 teriyaki sauce 的， OK， 再来为什么会有鲍鱼咧，我们准备鲍鱼啊，鲍鱼没剥啊，啊，带子啊，还有那个鱼漂跟海参就是来做这个海味包，再来就是我们的斋菜啊，家乡斋菜 ，OK， 这里就是准备好好的 ，OK， 今天就是煮这三道菜 ，OK。那今天我来的时候煮的调查看到，什么？你又煮老菜啊？其实这个海味包也是我们会去到餐厅会叫的海味包，好，然后这海味包呢，当然我今天其实要煮的，我就是。水柜打开来，我再看看我的干粮。哎呦，过年的那一个那个鱼漂，对不对？那么过年的东西，我说哎呀，还有你姑姑在那中秋节的时候，你姑姑拿就拿一点海鲜给我喽。我想想，哎呀，不如做一个海味包一样了。好，那、这个等下我们啊，鲍鱼翅，如果你鲍鱼翅，你要可以放在进门也可以啊，你喜欢，当然。OK， 现在是要做什么？你现在是要先做海味包啊？对，海味包我们要焖它。OK， 够热。我们海味包呢，我们要有。如果你是做啊上汤的话，啊，你可以用上汤煮。如果你有上汤的话，因为煮海味包没有上汤的话呢，用白开水。白开水你可以用这个鲍鱼翅来煮呢。那你的鲍鱼翅你要 make sure 那个鲍鱼翅是。OK， 如果煮海味包的话，大家最好准备一个高汤啊。那高汤很多种方法准备啦。那我们自己准备的呢是用宝康海藻炖鸡汤啊。不知道大家礼拜六有没有看我们的直播？我们有介绍一个芙蓉新的分店。然后他就是会送这个海藻炖鸡汤，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海藻炖鸡汤啊 ，OK？ OK， 我们就锅稍微热，放少许的油，我们来慢慢来啦，你可以关小火的啦，然后姜片放下去 ，OK， 先爆香姜片，姜蒜啊，爆它 ，OK。最性感的头发，好看更年轻啊！哇，大家一直称赞表弟头发。其实你，如果表弟 your hairstyle is very suitable and look good 啊。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啊，你可以放鱿鱼丝啊，干鱿鱼丝啊，放去爆一爆它们，跟鱿鱼丝有点啊，有那个香气啊，鲜味。鱿鱼的那个香味。鲜味啊、OK。那么那、建议你说，如果你煮这些红烧的话呢，你要放蚝油。煮了哈，蚝油稍微爆一下。OK，、放了这个。蒜跟姜，蚝油我放一汤匙啊，放一汤匙的蚝油，来爆香，爆香它啦，好 ，OK， 爆香它，
再来要放料酒啦。多久 ？OK， 转一个圈啦。那把这个已经穿烫的倒下去。OK， 把穿烫好的鱼漂跟海参啊、放下去，然后。当然但这个也是要穿烫一下啊、那个另外穿烫的是蘑菇，把玉蜀黍跟这个萝卜啊。这里放。OK， 来。我在这里啊，从你好像脚好像手这样。小弟几时去台湾？哎，我28、29号去台湾了。OK， 来把我们的高汤倒下去。OK， 高汤，如果你说哎多的话，你可以留上来啊，这汤可以留上来了。哦，不用倒，不用倒完了。如果你说、okay? 你看到你的东，你材料多少？所以我们的如果没有高汤，就是倒水啦。清水对。清水。OK。我要歪黑啊。差不多盖过料啊，不要完全盖到料，差不多盖到料的量。OK，, okay 这个鲍鱼呢，我们就是拿了起子鲍鱼啊，它的那个汁不要了，汁可以拿一点点，不要多，因为我刚才试了，那鲍鱼只是带一点，不然的话整碗都是鲍鱼汁，太浓了，鲍鱼的味道是很不好的，不好吃啊。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少许的，你说当做是鲍鱼汁啊，当做是吃点啊，可以了的，就不要。OK， 那个整个就不要了啦，因为我们有鸡汤了、okay. 高汤了啊，啊，如果没有。高汤的话，直接用那个汁就可以了啦。OK。喂，我们这个歪汤是啥？歪就是什么歪呢？就是焖一焖汤，焖煮一下啦。对，因为海参跟那一个鱼漂是没有味道的。对，要让它们入味。对，汤汁入味一下啊。所以我们主要是靠蚝油跟那个高汤啊，来让它们有味道。OK。我们换一茶匙的糖啊。再来一茶匙的糖。Hello, Christina Wong. 你好，你好。Hello. 来，喜欢表弟的头发吗？新发型。新发型。OK。再来，我们放一下是这个是黑酱油是吗？黑酱油对，我们调颜色一下，颜色不要太你看，看那红烧的颜色这样就可以了。表弟的是红烧鱼鲍鱼吗？对，红烧鲍鱼。红烧鲍鱼啊，我们用的是 OK。你看李兰剩下的东西，就是李兰剩的了。剩的东西啊，我们今年年头就是有人送我们李兰，对，那个鲍鱼就一直没有用啊，所以现在就是拿来处理掉。OK， 不是用，一直没有煮。OK， 这个呢，这个拿上来。表弟，我住八大八哈 ，OK， 要买这个宝康鸡，他们会送到家吗？喂，你要你去那个Bacon的这里。OK， 来，大家，你想要买宝康鸡，然后你不确定你的家能不能收到的话，你可以问他们啊。这里有一个 customer service WhatsApp， 他们0162594200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问这个宝康鸡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或者是直接到 bigchicken.com， 你可以直接上网购买 ，OK， 然后好像满不到200多还是300多哦，是免运的，东马都也是免运的啊。来，我们现在穿烫的另外一个，这里在焖着的，歪着的，我们在这里再穿烫一些蔬菜，这个蔬菜就是摘菜来的。OK， 我们哇，好难得有那么多菜。对。我们的摘菜啊，这是另外一道菜，这是叫家乡摘菜。OK。对，家乡摘菜。还有放木耳。OK， 来去穿烫一下。就稍微焖一下，这个已经穿烫了，放出了哦，不要马上，因为这个要时间去焖，歪它哦。看一下这个味道大概它味道到那里哦。新加坡可以买到宝康鸡吗？现在目前没有哦。不好意思啊，目前没有啊。Johor 马六甲，在 Johor 马六甲，还有怡保将会有包括槟城，今年会在年尾之前会有。额外的四间，槟城有，马六甲有，然后有，还有怡保有。哇，所以，然后马六甲。今年我们的目标是怡保啊，目标到30间了，现在已经23间了，on the way 多几间了。OK， 我们目前会越来越多间了。如果新加坡朋友以后就可以到然后去买啊。OK。来，我们稍微放少许的盐啊，你不要放盐，也可以放酱油哦。OK， 来放少许的盐，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四分之一茶匙的盐。闷一闷它，歪一歪它，慢慢把勾芡那个，我们开始这个。可以加工粉，可以。最后是会开在哪里啊？不晓得，我就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啊，只是筹备了 有预告，就是讲哦，这个地这些地点会有。这个汤汁啊，你好像这个汤汁我可以倒到完啊，你要汤汁可以闷一闷它，好的，我剩下一点点盐啊。哎呦，为什么头发剪到那么 short？ 嗯、啊，这个是因为他跟那个理发师沟通误会、啊、，OK？、啊、我觉得主要是表弟哦，他太信任他，他以为那个理发师就是会帮忙剪旁边。沟通问题啊，他就直接跟他讲，哦、我要二号头。啊，然后那个理发师不知道，就直接帮他整个头。到现在还在笑了，一、看到我，他看一次笑一次啊，哇，真的是确实蛮值得笑的 ，OK， 蛮值得笑的，啊，OK， 对呀，加工的很黑呀，对呀 ，Please stop talking about Chef Lim hair, not big deal after a haircut， 不能这样子，他六十多年哦，第一次剪这样的发型，我们是要值得拿出来讨论一下的 ，OK， 啊。很难得哦，看到他可以剪到这样的发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很大的勇气啊。OK， 啊，那表弟咧，其实老实讲啦，你给我200块去剪这样的头，我未必要剪出来。啊、对，所以他剪出来哦，哎，我们要多讨论，不然这个发型哦，这样子剪哦，不了了之。下一次没有，有一点浪费。下一次没有这个机会看到我这样的。啊，对，下一次你就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发型。难得看到这样的发型啊，我们要多讨论多取笑、啊、没有不是、啊、多讲好话 OK 多讲好话 OK 来 okay. 好了我们回来了 可以再笑了、嗯、不能再笑了不能再笑了、啊、表小出声了、嗯、OK 不要一直笑自己讲不要再笑啊然后自己在偷笑 OK 没事也是好看帅的是、嗯、我也是觉得蛮适合表弟的就是看了一段时间啊我也是知道是适合的、嗯、就觉得蛮适合了上面两个我看表弟的发型笑死我了所以没喽、啊、OK、不好意思啊 OK 妹你不要这样以后我不煮东西给你吃哦OK 好啦蛮帅的啦其实看久哦我们还是可以适应的啦只是难得哎新发型哦讨论一下是比较特别的 OK好了，味道如何 ？OK 了 ，OK 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调味哦，只是加蚝油跟糖吧。蚝油糖那些，就现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我拿了人家锅油了，我就，啊，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鲍鱼 ，OK， 鲍鱼后面才放啦。虾全部可以放进去。那个带子还有虾，这些比较，啊，海鲜后面我们才放 ，OK， 前面先放这个海参啊、鱼条可以先放 ，OK。还放什么？胡椒粉少许。胡椒粉少许，鸡精粉一茶匙，鸡精粉一茶匙，啊，有点像姜不辣，你姜太过分了。谁讲姜不辣的？没喽、嗯，没关系，没有啦，两个礼拜我就长了啊。对，两个礼拜就长了，啊，头发很快长的，是的啊，头发很快长的，啊，越看越顺眼，嗯，真的啊，这种发型天气热啊也是 OK 的哦，比较凉快，有吗？有感觉到比较凉快其实我这发型有好处了嗯你知道什么好处吗什么好处下雨天的时候比你们早知道哦比较雨水然后马上比较容易感觉得到是吗、嗯、OK、啊、有人讲越看越好看啊是很帅、啊、其实蛮顺眼的啦这样看久了 OK OK 颜色如果你说哎要深一点像你有点包衣的颜色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放一点点啊嗯刚刚看不习惯现在看久了就 OK 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再加可以再加一点黑酱油让那个颜色出来啊就有点像红烧的颜色这样了哦啊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煮太老啊那个虾啊就是我们就要在这里、等下我们才滚啊、等下我们才滚好粗粗看是不习惯的、啊、鱼反上来好给鱼好了你看拍鱼一下 OK 来我们的鱼啊前面可能大家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直接切好然后放进 air fryer 罢了200度18分钟然后它就是这样子呈现出来啦然后我们翻个身再继续给它煎一下 OK
啊，不会难看啊，是为了九王爷吗？不是，是因为他跟理发师有误会啊，两个讲来来来啊，两个讲不对的那个型号。来来来，再涂一点油，再涂一点油下去啊，再抹一点油在上那个鱼肉上面。换你那边啊。啊，换你那边，换在上面那个啊，两百度啊，你转两百度。一样放在最上面那层，然后转你转鱼，转鱼，然后嘞按那个温度。温度在哪里？温度在时间的下面，这个啊，然后转两百，嗯 ，OK， 好，按 on， 好 ，OK， 好，就是这样子啦，好，啊，对，好处就是省了很多洗发水啊，洗发水也用得少，影响我们响应环保啊。那么可以，那我是三个礼拜剪这个头发了，变成我可以五个礼拜，甚至五个礼拜、啊、到两个月才剪头发咯、啊、对，那个剪头发的次数降低 OK、啊、Hair style look good, yes、啊、我相信大家都会慢慢习惯的、哦、好了，那我们的海味包是就是这样子给它焖是吗、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要煮好了我们再最后才出的好，最后才做那个、嗯、OK， 先这样子放这些。那我们现在煮另外一道菜是这个家乡摘菜是吗？对对，家乡摘菜。嗯。在这里。好，你看这个菜哦，完全穿烫了哦。你其实这个你要放不香，都你喜欢。后来我说，哎呀，就是蛮喜欢吃这样，我就你想什么金针菇啊？金针菇对、啊，因为我们有冬粉了啊、哦。冬粉如果你认为长的话，你可以稍微用剪刀，哦、要剪一下啊，剪一点啊。这样子就比较好、啊。冬粉你要买好的冬粉啊，有的好冬粉啊。它不它煮一下都免掉完，煮一下免掉完，擦的那个，嗯，哎，这个水，这个、油，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是，我要把这个拉油一下 ，OK， 来锅热放油，然后我们要拉什么油？啊？这个什么来的？葱啊？这个。荷兰豆不是荷兰豆，这个是甜豆。甜豆啊 ，OK， 拉一下油。OK， 所谓拉油就是让它，对，因为甜豆要油泡一下啊，让它熟啊。它稍微这个脆感啊。哦，这个不是摘菜了哦，这是海鲜。那么我们可以拿几条来做摘菜吗 ？OK， 啊，摘菜当然没有葱，没有什么啦，你们可以就是。我要买这个，你还有卖吗？什么是这个啊？这个是哪一个 ？OK， 啊，你现在看到的，哎，这个有卖，这个有卖，这个锅铲也有卖啊，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啊 ？OK， 嗯，龙口粉丝不错啊。啊，对，龙口粉丝啊。哎，我们现在啊，这个姜片没有，不用讲。哎，我们如果你本身是吃素的话，你就要。不要放那个鸡精粉啊！我想要买的是 Thai Plus 啊， Thai Plus 还有卖吗？有啊，有没有我们？啊，你可以私信表弟 ，OK？ 来，拍得到吗？哦，拍到了，好。来，腐乳啊，我们用的是这个海天腐乳，经典红方 ，OK？ 蓝乳，我们讲蓝乳。可是他写葫芦，其实有我们一般上我们这里人叫马来西亚人会叫南乳啦。OK、OK， 我们可以放到五个哦，五个味道比较浓一点。你要的可以找一点刺下去，再找一点刺啊。来，我们就是把葫芦嘞放下去爆一下啊。对、OK。好，我直接去炒啦。
当然你可以放你的，有吃蒜米啊，当然有时候是斋人没有吃蒜米啊、嗯、你可以放姜片哦。 OK、啊、把所有的菜啊都放上去。你这些菜都有穿烫过了吗？嗯、对，都穿烫过啊，连那个、嗯、那个是白菜也有穿烫过啊、嗯、OK 可以放，你就尽量给它融掉。跟那个胡仲有穿烫过吗？有，也是有啊。胡仲我有炸过，炸过啦啊，对，炸过啊。 OK，我们来菜呢，这个菜也要焖一焖的啊、哦。放水，盖过它就可以了。盖过啊，有盖过吗？有了，稍微盖过了。这不叫盖过，你懂什么是盖过吗？没有，它要水多一点，因为等下冬粉放下去，它会吸收那个水分。所以我们的水大概大概啦啊、嗯、没有到盖过，差不多这样的水啊。当然那个腐乳你要给它融掉啊，要注意啊。哎，颜色就上来了。那方盘的吗？啊，放那个一样的，放那个。嗯、啊。那个小人啊。冬粉拿去煎一下，然后过冷水去油，然后再拿去焖摘菜，冬粉就不会黏黏，又不会吸水啊，啊不会吸水、啊。哦，不会吸水了啊、哦嗯。对，哎，学到了、哦。带菜是我的最爱，它食材简单又好吃，是的，而且又健康、啊、因为都是菜。我们水可以呢稍微有浸泡呢，要平平有一点水分。好，那么当然我们这个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OK 啊，我们的金针菇 see you tomorrow。 为什么讲这放下去，为什么讲 see you tomorrow？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不用特别解释了哈。 OK， 吃下去明天又出来了。你看我又讲不用解释，你还要讲。OK 啊，我讲到那个画面就觉得有一点不是很舒服。是啊。 OK 好，来，我们就是这样子。有盖你可以盖一下啊、哦。今天你们煮很多菜耶，是啊，我也很开心哦，看到很多菜、哎、OK、哎、所以啊很简单的摘菜咧，主要就是南乳而已啊、嗯、啊南乳、嗯、然后跟我们的准备的菜全部穿烫好好啊，如果是腐竹的话你就先炸好好 OK，先爆香南乳，再把这些摘菜全部倒进去。所以要四味爆香，因为南乳有时有的南乳还要额外再调味啊。啊，对，当然南乳有时有的南乳比较带咸，有的没有带那么咸嘛，好像你要注意一下。嗯、那这个没有带咸的，我们注意了吗？糖同样的糖。OK， 如果一茶匙半。这个你讲带咸的话就加糖。嗯，没有，这个是要腐乳要糖要放多一勺匙。鸡精粉一茶匙，一茶匙啊。那么你可以啊，这不够咸吗？你可以放酱油，有酱油就有酱油香味咯。嗯，我放一点酱油，啊，放半汤匙的酱油，半汤匙的酱油，焖一焖它，焖一焖。一样的，这个摘菜也是要焖一焖啊，焖到它够软啊，就很好。最后再来最后的，你们如果煮素食呢，你就放蘑菇粉哦。蘑菇粉、啊、对，我们是放鸡精粉啊。啊 OK， 对，嗯，还可以再咸一点，放少少许的，再小小的食盐，少许的盐，一点点盐够了。OK， 嗯，胡椒粉。你看了、啊、那个腐竹啊，那腐竹还蛮硬下呀，有时间焖的。好，那我们把这个冬粉放下去。冬粉最后放啦、啊。对，放冬粉。OK， 搅拌。那勾芡少许的。哦，最后还要勾芡啊。对，要点，一点要有芡粉，但是不能太浓啊，因为。冬粉会啊会吸水的，哎、欸，其实蛮快一下的啊。煮菜是很快的，只是我们备菜呀、啊，备菜很慢啊。嗯。你要切这个切那个就备菜啊，我们所谓的备菜啊。
再放一点点。不过有时候，哎呀，我这个比较硬身的啦、啊，叫腐竹啊，你要什么腐竹，你就放在下面喽。嗯，腐竹放在下面。OK，、啊、好，就是这样子啊、嗯。我们先把这个豆皮放下面。Yes。哎，要什么？然后把这些菜放在上面，这样子豆皮就不会。不会，它可以焖久一点嘛，它下面它就可以更焖了。那腐竹就比较软一点。Okay. 啊，这个还不够嘞，我们就把青色的放在上面啊，啊就很美了，这样子就很漂亮啊。对，颜色就比较均匀一点。对，葱啊，青葱不要，因为它是素啊。哎，我们就是这样。你有擦咩？你都用鸡精粉，还在那边葱不要？不然我是这样讲哈。啊。How to cook 冬粉 from being sticky？如果冬粉很黏的话，要这样煮。很黏，第一个你的冬粉的品质很差。品质很差。啊，你要买一个比较好的冬粉。嗯。第二个是你煮过笼。煮过笼。overcook 啊，浸泡浸过水的汤 overcook。啊。所以你那冬粉也是有先很重要那个穿烫过了，品质很重要。没有没有，你的冬粉煮之前有穿烫过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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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炒粉，你可以穿烫。我这个没有穿烫，我是洗的、就是直接拿去洗而已啊。凉、洗浸泡水多久？浸泡它软就可以了。我应该浸泡到软、这个是比较粗的，那我就蒸的蛮久一样、表弟的斋菜看起来很开胃啊。对，简单、简单煮哦。Yummy delicious 啊！简单煮啊，好料，这道菜好好吃啊。这个要煮哦，这个菜我很喜欢这个味道了。那个好，下次你可以多煮啊。哇，你煮你放南乳哦，你糖要放少许啊。当然我们如果是说我是有吃，你如果是有吃分的，你可以倒一点酒下去。倒料酒啦，有让它有料酒有酒香味。那么如果你们没有的话，你们吃素的话就不要啊。当然我是吃分的，我可以倒一点酒下去。对，鱼漂要怎样泡啊？鱼漂一千很多都是已经买遍的，它已经是买遍了，直接拿去穿烫就可以用了啊。这样就盖住它。OK， 来，我们就是这样盖着，给它焖一下，焖多久？焖滚就可以了。滚滚啊！啊，慢点，大了。滚滚啊 ，OK。滚滚红的。没有，你拿多一个布来。我拿 OK， 来，我们滚到差不多，这里有点湿啊，你小心啊，地上有点湿啊。好，来，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啦。来看一下，等一下啊，来，噔噔噔噔，哇 ，OK， 哇，很好料。当然啊，哎，我们现在看到第二个，我觉得如果在家里煮哦，就是。你这样拿出来呈现给你家人的时候，大家就哇，那个可以放在 Instagram 了、OK。现在我们煮这个咯，这个滚上来就可以了。这个包可以煮几人份的？我们现在这样子煮几人份啊？六个人，六到八个人。六到八个人，刚刚那个斋菜也是啊，六到八个人、OK。好，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煮海味包。今天的这三样菜肴了，你在酒楼吃了。你在酒楼吃了250块钱吃不到，250块吃不到，哇哦，这样要多少钱？还没够吗？还有苍蝇吗？一条苍蝇，这条苍蝇虽然是比较小条一点，600-700克，但是那小条苍蝇们也卖了不少钱了。这样子吃的话要多少钱？在酒楼吃250块啊，三个刀菜。你讲250块不到哦？没有，250块吃不到。啊，是的，这样是多少钱呢、啊？我大概是这样了。讲到像是你懂这样 ，OK。好的，我们继续这样子给它滚呐、啊，海味包。那么你这味道已经调好了了，我们就是把这个料酒，最后对放一下，对放一两汤匙下去都可以，你喜欢。你可以放啊，你可以放花雕料酒，可以放其他的黄酒也可以，让它就是有那个酒香气啦。对， OK、滚了，给它滚。滚就可以了。帮你来个碗给我。
在你的 teriyaki sauce 对，我现在做。你的鱼还有一分钟吧。那噔噔噔噔，耶！那给它大滚一下就可以了。大滚啊！呜、哦，滚一下就可以了。煮菜是不是很容易？啊，不用去急它，慢慢去弄它，花一点心思，慢慢慢你就掌握了。当你掌握的时候，你就会爱上你的烹饪啊，就会觉得煮饭很好玩、啊。对，爱上你的工作就是一种优秀。八百克的斗仓才叫正斗啊！啊，这个是六七百克啊！啊，有这样讲法啦。有人这样讲。一斗仓六七百克都没有肉刺啊。没有什么肉刺。OK， 我们的鱼好啦、来，你要稍微拿出来是吗？哦，先拍这个海味包先。放在上面啦。他问我 OK 吗？OK。OK 吗？给大家看一下，哇 ，OK 吗？ Okay 这个真的是很 OK， 看起来很 OK，OK、OK, 嗯。我们盖住它。好，冬粉是容易煮的啊，对，冬粉是容易煮的。冬粉跟米粉应该差不多吧？我不知道，我是问，是吗？哎，我们看看他们要回答我的意思。OK， 这个很重要的啊。哎，这个是比例，大家要会、啊。我们的鱼已经煎好了，现在就是要做这个酱啦、你看鱼煎到极美，鱼煎到很美，不是极美。所以有一个 air fryer 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用去煎啊，去炸之类，放在那边就不用一边煮菜。你看，已经煮好了。那我们先调味啊。OK， 调味的话来调味。调味啊，当然如果有味淋的话啊，这里应该有味淋。啊，玲玲讲，哎，今天是我的生日。表弟，玲玲啊，玲玲，玲玲玲，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精彩每一天。对，谢啊、这个玲玲，祝你生日快乐、啊 okay ，生日快乐，哎，好，那我们继续就是要用到的是味淋啊，那味淋就是日本的清酒，日本的清酒啊，日本的料理酒啊，你可以放花雕，你什么都可以，啊，不一定要用味淋啊，清酒啊，来，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对立啊，那过去我就放两汤匙的糖，后来放就了两汤匙糖，因为我们还是不够甜。啊，还是不够甜啊，很咸啊，比较带咸。那么，那你酱油放少一点啊。Teriyaki sauce 是很甜的，大甜大咸的。好、啊，当然你这个味道你自己可以调啊。OK， 看个人啊。那表弟自己觉得是要放几汤匙糖？三汤匙。哇，好多、哦。OK， 放三汤匙的糖，再来我们放酱油。三汤匙的酱油。三汤匙的酱油啊。OK， 看自己调啊。你可以先放两汤匙的糖，三汤匙的酱油来先。test 一下，哎，觉得如果够甜了，就不用再加糖。你可以两汤匙，两汤匙你喜欢哦。啊，对，两 okay, 二比二也可以。基本上你这样的味道就很像，很跟那个 teriyaki sauce 日本的 teriyaki sauce 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呢，你可以放100 ml 的100毫升，然后100毫升的水，热水是吗？一、二、三、四。这套包有卖吗？有啊，啊，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表弟 official.com 去查看，或者是你私信表弟啊。OK， 就这样就好了啦哈，这样就好了。那当然，你的锅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有一个油啊，葱头油啊。对，当然没有那个。来，锅热放油。可以的话有那个葱头油。好。啊，有啊，在那里。红衣鼠标了，红衣鼠标，因为我的 teriyaki sauce 没有。表弟的照烧酱很好吃，那天才煮放三文鱼，哇，这酱料绝了。对 ，OK。啊，我建议你如果有海鲜酱油就很 perfect， 啊，没有其他酱油也可以啊。OK， 海鲜酱油是海天的、啊。汤匙有卖吗？有啊啊，两匙两杯都有卖。OK，可以到表弟 official.com 去看啊。OK， 这个酱呢？这个酱呢，你有两种做法，你可以煮到它浓稠起胶啊，起胶，因为糖会起胶啊，糖会滚了，糖溶掉，糖会起胶。这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你要快呢，你可以勾芡，
勾芡粉。啊、哦，那起胶啦，还要勾芡呢、啊，淀粉加淀粉。OK。嗯，那味道很好。嗯，很好。你配上这个海鲜酱油就很 perfect 了，就很香。OK， 如果你说我们不要勾芡呢，你就要煮久一点，它就会、嗯、让它慢慢焦掉、对、嗯，像煮三杯鸡这样啦。嗯。那如果你要快的话，你就勾芡喽，差不多了、哦。我们煮到它浓稠啊，煮到它浓稠。是几汤匙的酱油？三汤匙的糖，三汤匙的酱油，然后味淋多少啊？味淋一汤匙。一汤匙啊，然后再来是100克的水。100克的水。OK， 就是这样子啦，一直滚，一直。搅，让它浓稠。我再等了。啊，表弟没有，表弟就是讲要快的话，你就是对，加这个芡粉。加一小茶匙的那个芡粉上去，让它浓稠啦。嗯。啊，也可以不用加啦，就是你就是一直煮到它浓。它就香了啦，那个。哦 ，nice！ 撒上来的时候淋一点油，还要淋点油，葱头油的油，一条就一，哦，哇 ，OK， 很浓，淋在这个鱼上面，我们的日式照烧手藏鱼就好了。其实我们家里有酱油跟糖、水分油，你会调的话就调了、如果没有味淋，可以放米醋加红糖吗？不知道你没有放味淋，你放料酒就可以好了。啊，放料酒比较简单啊，米醋加红糖的话，味道是比较像味淋是吗？不懂啊、表弟也不知道 ，OK。嗯，来，今天我们煮了三个。可以用黑仓做这道料理吗？可以什么鱼都可以，总之其实它的酱是那种日式的 teriyaki sauce 啊，你放在鸡肉 teriyaki chicken 啊，或者是放在鱼，鱼也可以，鸡也可以啊，甚至啊，你蒸的鱼蒸出来淋这个酱也是可以。OK， 可以讲一下煎这个鱼几度几分钟吗？200度，18分钟，15分钟。15分钟啊，就是哦。最高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 ，OK。如果你是用表弟的 air fryer 的话，我们是根据表弟 air fryer 的温度来讲啊。你按 on， 然后你转到 fish 这里，它的 preset 是180度，15分钟的。那表弟要快，所以你就加到200度 ，OK。然后按 on， 它就开始亮灯，就代表它开始操作啦、OK， 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三道菜啊，首先是这个家乡摘菜，哇，漂亮，还蛮细水哦。颜色很美，很开胃的颜色啊。颜色啊，细水啊。请问什么是味淋？味淋就是日本的清酒啊，日本的料酒啊，日本的料酒啦。日本煮菜的时候，他们也有用酒的，就是。料酒，他们叫味淋啦。啊，他们叫味淋。好，再来我们的海味包。对，海味包。这个是用我们之前剩下的海参跟鱼漂，还有年头拿到的鲍鱼啊，来做的一道菜。如果大家也是年头或新年拿到很多这种鲍鱼的里篮的话，大家也可以这样做哦。对啊，这里篮里面有鲍鱼，鲍鱼是里篮的。嗯。那个海参也是，有时里篮的，有时海参你都会有里篮的。还有那一个鱼漂是李兰的，OK， 好，那么希望大家喜欢这三道菜肴哦。对，这三道菜肴是其实是说蛮简单的啦，只是他准备那些材料啊有一点麻烦而已。如果你准备好，然后一起煮是很容易的。OK， 给小弟试一下啊。好，你看呢、用上汤煮的，用上汤煮的字啊，真的味道不同。请问味淋是甜的吗？酒味啊，酒味，米酒来的，它是一种酒味。你看，你上汤煮的汤啊，汤底不同。为大家试一下。真的，你用鸡汤上汤煮的汤底，真的是
一喝下去它有一个层次感就不同。对，还有一个很香的那个鸡的味道。啊，对，鸡的那个浓度啊，嗯，所以很不同了、哦。嗯，很浓一下。啊，你要吃吗？很下饭。嗯，来给你一个，这个一定很喜欢的。OK，、嗯、我来试大，为大家试一下。哇，真的，上汤煮出来的味道真的是，嗯，上帝的哦，真的好吃哦。好吃。啊，那也不会老过头，因为我们煮东西要注意一下，那虾也不会老过头。好。嗯，好 ，OK。最后感恩感谢大家今天的点赞分享。有拍照吗？没有，没有写食谱，你们已经。没有写食谱啊，你们就是去看。OK， 这三道菜呢，都煮过的了，之前都有做过，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这个 Facebook 去搜寻啊、像是海味包，你就写表弟好主意海味包，或者 YouTube 吧、啊、，YouTube 比较容易找。然后再这个就是啊。摘菜，嗯啊，表弟要注意摘菜跟这个照烧酱啊，加上摘就可以，对、嗯，啊，就找得到了啊。OK， 好， okay. 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礼拜三的五点半再跟大家见面哦。OK， 礼拜三可能会做电饭锅，要你我叫廖师傅下来。OK，、嗯、那大家用餐愉快，拜拜。谢谢大家，拜。